李易遥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八点，带着他的医生孙从家里出发，第一个来到社区环保站，开门卸下满满一小车资源，那是他从各个会员以及照顾户的家里载回来的，然后大家一起做环保分类。十一点为环保志工打包午餐，顺便给小贩中心的摊贩，也是常年护持慈济的会员，派发岁末祝福红包。顺路给社区的豆腐花店主送饼干回收桶，所以新一次这个桶就不要了，还不忘随手捡起路上被丢弃的瓶子。十一点四十分回家消毒冲凉，为93岁的母亲冲凉准备午餐，为智力发育迟缓的姨孙孙冲凉准备午餐，准备好晚餐要用的食材，莲子、百合、白萝卜。下午一点，头发还未干的他又出门了，为社区民众送订购的进食产品。下午一点半，为社区感染新冠肺炎的民众买椰子，并送到家门口。怎样了 ？OK 吗？啊，你我放住你才来拿哈。然后回家照顾妈妈和姨孙孙，陪伴外孙女，电话慰问社区生病的志工，做法亲关怀。专门叫我看好你们的吗？忘记了啊。在为家人准备晚餐的同时，也不忘自修。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晚上八点去贫困照顾户家中送物资、做家访，他全年无休，每天都在做好事。可是你相信他居然是一个身上有着三种病痛的人吗？乳癌2017年又再次复发，眼睛长水流，还有肩周炎。在这条菩萨道上，他分秒必争，勇猛精进。他的个性签名是理心随师，意不动摇。虽然很瘦弱，但是上面比我更瘦弱嘞。我就看到，哇，一个出家人哦，什么都没有，可以做到让全世界的志工都这么敬佩，能帮到那种全部他的普天善无啊，和他的上人的那个三步，不求三命八岁啊，只求生命全感恩啊，不求减少我们的责任，只希望我们可以有这个，哇，真的开始我就爱上上人了。2013年，李易遥在心中默默发了一个愿。我发了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我学习净舍师父，所以我每天啊，一定会想到要做慈济事，已经融入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了。我国确诊病例持续走高，但是新增病例首次冲破30,000大关。昨天新增没有停了，这 MCO 哈，不管谁在呀、啊，还是 K1K 还是难民放什么，或者是义卖之类，我们还是一直出啊。包括七十那样的 hospital， 之前我们做明大 alert 也是一直送东西。人家讲医院里面很聚集很多什么，我们都没有那种觉得怎样，上来一直讲新增验证全部进。天下这么多，假如每个人不敢去做，谁做？小丽啊，九零 OK 吗？为了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每次李易遥来到这栋祖屋做访视都不坐电梯，而是爬楼梯上八楼。嗨，妈阿姐，谁喊？单亲啊，几个孩子？Hi, you speak Myanmar, sudah habis tak? Sudah habis. Oh, sudah habis. Nasib baik saya ada bawa. 这位单亲妈妈独自抚养8个孩子，孩子和大人都满身病痛。怀孕分娩时，苏嘎迪没有养好身体，落下病根。母亲白天帮她带孩子，
他在工厂做工，因为时常请病假，让他本来就微薄的薪水更是被扣得越不敷出，还欠了一大笔电费。Tu hari lama punya sudah settle. Belum mandi. Dulu saya menyama ada kerja Saturday dengan Sunday ada kerja. Satu hari dia dapat RM50. Tapi COVID punya pasal, lepas tu jam punya time dia langsung dia tak ada kerja. Dia sudah balik macam ni. Kotor kan? Dia panas keluar perut-perut, then dia pergi garuk-garuk. You kasih bersih, mandi, habis. Sudah 1个礼拜吃完了，他说。我叫我朋友买。孩子吃别的米会肚子痛。所以他每次只买这种米。这个米他今天刚刚才买，因为没有米，他就去买2kg，就煮了剩下这样。因为他没有能力去买5kg或10kg啊，不够钱。完全没有东西了。拿环保袋。隔天晚上8点，李怡瑶和下班后的廖秀玲去超市为苏嘎迪一家采购食物。糖我买一点，糖我家有。米你买了是？怕买错，廖秀玲特意抓了几粒米做样本，去米商那里买了同样的米，却也有了另外的担心。我带那个 sample 去啊，他说是那种已经蒸过的carboy rice。这个是没有糖的，年纪大的吃比较健康。那个有糖的呢，小朋友比较喜欢呢、啊。两个都要。哦，我看是浓度，它的浓度有几好不好的。他们小朋友吃的不要吃到很咸呐、啊。苏嘎迪一家是此季 K1K 专案2.0的照顾户，每个月有500令吉的现金卡补助。而每次买食物的钱都是廖秀玲和李一瑶出钱结缘的。105.3，我们车上已经买了，还有，好，人家关门了，10点了是吗？疫情下，人们都尽量减少去超市的次数，这一次他们却用了最久的时间逗留。连辣椒干也买好了。那个米商说，小孩其实不适合吃这些，不够营养。所以我就要他试一下吃这个看，不仅给最需要的，还要给最适合的。下着大雨，物资太多，孩子们下来帮忙拿。廖秀玲带来了亲手做的糕点给孩子们吃。Belum masa lagi, saya baru habis kerja. Nanti saya pergi pinjam duit, baru beli beras yang untuk rumah saya. First time kita orang nampak macam ni. Wah, siapa mau? Malu punya? Itu boleh. Ini bebek sekolah pun boleh. Adik boleh untuk sekolah.先从他的饮食有的吃的足够，然后注重教育，然后孩子一定要去上学。Ini hadiah untuk kamu, you pandai sekolah. Satu saja. Ah, so you tulis sampai 20. Okay? Minggu depan saya datang ah. Saya banyak terima kasih untuk aunty itu. Pas tu, tim cuci banyak terima kasih untuk ini bulan kasih tolong saya.所以这就是人间的苦啊！你假如没有出来参吃鸡，你根本不知道，对不对？这栋祖屋里，李一瑶负责的慈善照顾户共有4户，每次来到他都会寻访一遍，哪怕是去打个招呼问候一下，顺便带走他们在家里积攒的捐给慈济用作善款的环保回收物。所以我会去居贫救富，我会跟他们说，你先从家里一些环保的，不要到处丢，也不要造成垃圾，都造成污染，就是手心向上，你其实可以把成手心向下，那么慢慢去改变它了。Sejak bulan 8 macam tu, saya dia explain bagi saya, kata kalau boleh, you boleh kutip, you hantar, lepas tu dia bagi saya tengok itu recycle mau buat, pergi sana, saya pun pergi tu lah recycle center, saya tengok, I feel very happy.Whenever I want to talk to her, I'll talk to her. Then I learn a lot. Then I feel happy. So I try to arrange my time.
Whenever dia pergi mana-mana, dia mau buat social service, dia tanya saya, Dewi, are you interested? Dewi, you mau datang? I tengok, ah, okay, Miss Lee, saya datang. Terus pergi. 在这同一栋祖屋里, 戴威是此际 K1K1.0 的照顾户, 李易遥用爱陪伴了他9个月。 3月10号这一天, 戴威跟随李易遥来到金石堂打扫做福田志工, 便正式填写了志工报名表格。 戴威的眼睛里有光, 在李易遥的心中已经看到了不久后的苏嘎迪和他的孩子们也会如此。 带领着他们一步步从黑暗走向光明。李易遥的车里总是堆满了各种东西，都不是他自己的，不是给照顾户的物资，就是帮忙给社区民众带买的东西，或者是节源品。哦，这对孩子是环保站有收拾到，我会拿去巴萨戒严卖鸡蛋的那个小贩，所以我就是很给薄的啦。 那借好员，如果我们有时我们好像要筹艺卖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去借援一些东西给我咯，76，没啦，我来边176，啊，背包这个冬菜粉、冷包麦片，OK， 感恩啊，你感恩，他要订金丝草本茶3包。 他每天讲我，你怕怕叫我不要靠近你。他老人家很怕。以前还没有做慈济哦，我只是会做工回家，做工回家了。然后做了慈济，然后借人员要来收善款的时候，我就开始了，一条一条借，一条借，慢慢去走。现在给我从哪里串来串去，我都熟了，整个西里贡巴的地图我掌握了。去打油菜。 开销最大就是在这个油份上，然后就去做给薄的，有时买一些东西跟人家借盐啦。李易遥平时最大的开销就是油费，平均每个星期跑完一车油，全部用在做慈济上。今天又打了上次。Kenapa ada cuti啊？还没有念完经啊。李易遥要为社区里感染新冠肺炎的民众买椰子。 尽快送过去。现在中考运大家都说啊，喝野水会凉吗？会让你这个不会发烧，比较不会得气，让前面有。阿爹。可恰逢礼拜五的下午，他连续跑了2个摊位都没有人。这样全部休息，因为全卖野水，全部马来人的哦。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第3家，终于买到了。 气力。外出的风险，李易遥不是不知道。勇敢不是意味着不会恐惧，而是因为有比恐惧更重要的事。因为我的会员来的嘛，他们现在 COVID 被关了，地全家都不能出来。那这个刚刚这个老菩萨呢，他是很怕的病毒，他长期要的慈济文物都是我在一直送的。 Good service 包送啊，就是跟他们爱的存款啦。所以有时要募款啊，我会去找他们的。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吗？真正的有在落实啊，付出。海婷，这边有椰子，椰水加盐给你喝。怎样了 ？OK 吗？啊，我放住你才来拿哈。 最重要，你们好起来，我也开心啊！我看到你们，我都觉得你们苦，我也很苦。OK 啊，不用客气，只要你好起来，我就开心了啦。OK 啊，小事而已啦，我还做到。连日来，社区里陆续感染新冠肺炎的志工和民众非常的多。李易遥也越来越忙碌，这天做完环保已是中午10分。 他匆忙赶去药店买药，师姐已经有给我他的list了，另外一个一盒，那个分开啊，分开。那刚刚讲下雨，叫我不用赶了，不会了，来帮你笑个一下。OK，赶时间，时间宝贵。买完药又赶去菜市场买面包。
这个菜市场也是李易遥募爱心募善款的主要地方，所有的老板都认识他，知道易遥是买了结缘送给别人的，老板不仅不要钱，还多送了他很多粒，送药送面包送净思本草饮，下着小雨他马不停蹄送完一家又一家。你 OK 吗？啊，我下毛雨，你记得快快出来拿。啊啊，我走了哈、啊。有什么你再跟我讲，要买一些什么。来，我到你家了。那、啊、下雨你要快快拿 ，OK， 拜拜。啊，又有一个师姐，她的家人。哎、啊，我跑很快的。她是社区里非常好的代购员、关怀员。不请之师，我都会做好安全措施啦，都是会保护自己，这样我一摸过什么我都消毒喷凉才回来的，然后立刻去冲凉，所以我女儿每天一天要冲几次凉，我出几次回来就冲几次咯。每次给93岁的母亲冲凉，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李易遥都会戴上口罩，做好对母亲的保护措施。家里有三位需要他照顾的人，他必须把时间分配好，每分每秒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宝贵，一边行善一边行孝，两头兼顾。那妈妈的碗啊杯啊，我们都个人有个人的，没有餐的。share 给太婆吃。share 现在。half 好。等一下谁吃啊？平日里可爱的小外孙也是他的好帮手。这个小可爱的香蕉吗？刚才吃长的好不好啊？你看 long one， 长的不同。每天我的妈妈去做工之后，她去红宝山，她是实习的人，她每次也是煮给我们的。你可以在家里帮忙你外婆做些什么事情啊？我知道她不在时候，我去看她在哪里。我看到他没有水时候，我就帮他装水，洗洗刷刷啊，这样哦，清新法香啊。所以其实是自己可以安排的，要多争取时间啊。今天不莲子红枣啊，你没有喝咩龙眼汤，营养养颜汤啊。我很早就起身来煮了。五点到就洗洗刷刷咯。他每一次都很早，你每一次都很早起身的，是不是？我很大东西要做，不然我怎样顾你们？怎样你们起身要顾你们？你要做慈济。你知道有时我在开会啊，就嘛，刚好妈妈不舒服啊，要去厕所啊，我就拿着手机陪着她去厕所了，没有办法。以前我发现我自己要买很多物质，很多物质，然后我去五十岁游玩世界，这是对自己享受吗？但是是从来到自己，就是放下这些贪念、意念啊，这种物质上外在的，反而我现在追求是我自己内在更富有，然后内在的爱更多，有求必应，我的爱可以布施出去给更多更多，把商人的大爱都传出去。那你喉咙那边有感觉怎样吗？不舒服那些吗？你要不要我也去买给你化痰？他的妈妈也是很多痰啊。李易遥的日历牌上秘密妈妈记满了每一天他做过的慈济事，就希望给自己的填满每一个、啊、所以我就是要给自己、啊、看鼓励自己，自己看到了警惕自己。休息都不休息啊？没有啦，他们要就是快快把送去了，难得我都得空啊，得空就送去啊。每个星期李易遥至少有两天会出现在社区的环保站，他可称为时间管理大师了。每天李易遥的手上总是记录着一些什么，有时候 我一早起身，我会知道我要今天去摘什么什么啊，我就把它记录，因为有时我会忘记。看到他如此投入生龙活虎的样子，怎么也想象不到他还在抗癌。那2017年 我每一年有回去复诊，就说我的癌细胞又回来，
因为癌细胞也是有生命嘛，它的生命它也是需要爱的。我每天跟他说好话啊，你乖呀、啊、乖呀、啊，我每次啊一痛我就讲乖哈、啊，我做多多这些当分享给你，我们一起共存啦。去年 NCO 2020，我也是发现到眼睛里面生水瘤，那么2020尾我就去动了手术，就化疗浆了，打针了，打针化疗。2020年我们有 food care，food care 时候因为搬那个米，搬米的时候因为出力过头拉到我这个韧带，所以我现在这个周间炎还没有这么快好的。该验状况洗手，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来考验我每一个付出，都是假如没碰到这些障碍啊，就我们转一转念，想到我自己还能每一分钟每一秒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做咯。原来还有的做，还可以用我这个臭皮囊。我是打不死的蟑螂嘛，所以才会有力。小小的环保站仿佛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尽管当下疫情严峻，可是依然有很多志工和会众雷打不动的来报道。哎，有时间嘛，抓一下。这个是我们是不给的啊，祝福你哈、啊，要幸福也要健康。这个我们的上人今年的祝福啊，我就记住上人说，每一个来到的人，我们要接引，都要当他是我们自己家人，自己人。所以啊、师父所爱的人，也是我所爱的人。专注的做，开心的笑，像一家人一样，团队之间充满着正气和凝聚力。他的人就是 做好自己先，不会的东西 就和他问他，他可以慢慢解释给你明白。啊、其实带人、哦、最重要，第一你要跟他爱心，爱他的身，爱他所有，包括他缺的，过后你就很耐心。耐心的从引领他，你先善解包容他，有机会我们就要去耐心的讲解。我起初进来之前就是看那些老菩萨师兄师姐那个榜样在那边啊，啊，我们跟着学，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我一部分在他这里学到我自己了，真的。起床的时候啊，我们要把握当下，真的很感恩心面对这个社会，面对其他人。Kita sini semua jual semua happy semua tak ada masalah apa-apa pun. Kita semua support satu family. Kalau you susah saya tolong Sultan. Samen 说的就是我要翻转我自己以后，所以就做了一顿。所以我很开心，做的时候我不觉得很痛。有时我假如痛、我就想起、痛也是时间，你更煎熬啊。我觉得痛的时候，当你一直去做，你反而是忘记了，然后时间就很快在复原中过，所以不会觉得你很空虚。而且我们生命是不是更有价值，更觉得充实的满满的。花儿为了报答大地对她的爱，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广利众生，行菩萨道，心佛众生，山无差别。嗯，我每一刻都很开心的，我每一刻去帮人我就开心，不管是静态动态我都很开心，因为我带着很感恩人的心，能够每一天一开眼睛，哇，能够做那么多已经是很感恩的了。做到最后一口，希望是不求长命百岁，只求希望我能够真正做到最后一口气。